女孩子那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。立冬，你干嘛拍我拍地？虽然现在穿衣自由，但是也太短了吧，太露了。那你得给我。是我的防晒彩照，怎么样？你们在哪呢？叫他出来干嘛呢？哎哥，你们试这个眼罩，还挺凉快的，我试试。哎，这自动皮啊，这是我的梦魇贴。这样下去就可以加到粉底液啦。哎哥，你别碰，这东西粘我眼睛了。你们吃，这可是我的泡泡浴球。你们看，它是可以用来泡澡泡脚的。你们干嘛呢？这个不是口罩，这是我的袜子，所以那就让你们扯松了。那当我第一次下厨给老板做饭，怎么又下厨了？鸡腿饭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夺魂汤，这个就有鸡腿饭啦。你拿大米饭捏谁呢？就是。哎，等一下，谁要是把这个汤喝了，就给他吃鸡腿。哎，季总，这个吃。这不于大江吗？你骗人的，你不吃我吃。三分钟了，等一会儿拿勺喝。哎呦我的妈！还他妈是一，他不能吃大的。隆重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剁椒鱼头，这是可乐鸡翅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今天我高低给你俩整几道硬菜。等等等，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红烧扳手，这个是爆炒螺丝帽，这是糖醋钉子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还有养生饮品呢，水泡枸杞。那当我第一次下厨给老板做饭。咦？谁让他下厨的？开饭啦，季总，张德帅，那让我走啦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蓝色药剂，俗称蓝色米粥，这个是藻类，俗称土豆丝、炒姜丝。我吃这个，我吃这个。那哪行吃药浇菜去吧，这个蓝不拉几东西给我喝了。去。哎，你吃药浇菜了？没有，你呢？我也没有。真好吃。嗯，不错。Later。你俩都吃完了，不辣吗？你在做什么？一点都不辣了。那就奇怪了，我忘放土豆丝了。啊，有水吗？快快快！这是什么？姜撞奶呀、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姜撞奶呀。你也有。好喝吗，季总？这什么？牛奶布丁啊。 Oh my god， 你在这干嘛呢？我饿叔以后让我做饭给他吃。那这是西米啊。你看张东岁做的饭有模有样的。哥叔叔，你吃个大饼，这大饼绝对没问题。今天看起枪长起，当我的老板穿得太像清洁工。我刚不小心把垃圾桶洒了，你帮我拿个扫把过来吧。好嘞，季总这儿也有。谢谢哥们啊。不是，这是谁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帅哥，新来的呀？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啊？哟，咱公司什么时候换新客服了？你先忙着，我去前面看看。季总，你认识他呀？我不认识啊。走吧，咱回公司吧。哎，你好，能帮忙扫一下吗？不是，不能让我扫。哎呀，你就当做好事了。不好意思，袋子漏了，所以没事，应该的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，刘翔。
我什么人呢？这都是。Later。哎，你好，能帮我看下盖子吗？谢谢。来，垃圾放这儿了啊。啊，好。然后事情就发展成了这样子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他越干越来劲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你上我可累死我了，辛苦了，季总。哥，你怎么了，哥？我不管了。嗯、我对不起你啊！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去看看，你等着我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谁让你在这吃东西的？我吃东西咋了？上班时间不准吃东西、啊。我上班想干嘛就干嘛。发生什么了？哎，跟你说明白，这是我们一起实现的奖。你别说，我还公司老板呢，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多头，上班时间真是帅。快报告，不好，你跟他解释解释。拜拜。女孩子那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。谁还想吃棉花糖呢？没收。不是棉花糖，这是我化妆海绵块外上粉底液的。我一大男人擦什么粉底液？赶紧给我弄去！哥，我用个洗脸扑给你弄去。等等，这不是洗脸扑，这是化妆刷清洁海绵，这样扫几下化妆刷就干净了。你俩干嘛呢？我俩没吃小蛋糕。什么小蛋糕？我看，这不是小蛋糕，这是用来洗手的手工香皂。哎，你以后能不能不买这乱七八糟东西了？就是啊。最后还在季总公司买了奥利奥礼盒呢，它的定价浓郁可粉丝外皮，已经是美月的夹心，而且它和蒙牛坚果裂痕搭配呢，跟小黑人的吸管也是美月碰撞，而且还可以给员工的下午茶福利呢。这个买的不错，你学学人家。哎，哥，我有补充给你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润唇膏，来。就是说膏怎么味道怪怪的？这不是润唇膏，是止汗膏，用来涂在易出汗的地方。怎么事儿？女孩子那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，你怎么能把这么私密的衣服放我桌子上？我放一下咋了？还咋了？哎呀，你想多了。这是我的护颈脖套，防止颈椎病颈不着凉。哥，走吧，我们俩出去等。你俩是戴的是什么？这不是口罩，这是一片圣老靴，防走光的。哥，这个绝对行。这个还差两样、那我们出去了啊。等等，这是我的护鞋套，还算是防磨鞋用的。长得帅。哎，哥，别生气了，来，试不动，你来听仔细的。哎呀，别用这手刷子刷的可干净了吗？你用这个刷的？啊，好了，这是我的牙缝刷，用来清洁牙缝里的食物残渣。女孩子那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，谁让你这么抽烟的？这不是烟，这棉棒口红用来补妆的。哦，这姑娘真好吃，给我来口。你家记得买个长点的筷子，这太短了，这个。什么筷子？这个。这是我新买的簪子，它是这样子用来盘在头发上的，你们看。这么的一股头油啊！一个字，绝。季总，你要的文件。放哪了？你们吃什么呢？小桃粒啊，就不咋甜。有点发涩，你要吃吗？这不是糖，这个是眼镜鼻垫，有了这个，怎么起来头发，眼镜都不会掉啦。你能不买这些奇怪的东西了吗？大哥，喝口茶。什么茶呀、啊？怎么味道怪怪的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桌上拿的。这不是茶，这个是艾草包，它是可以用来泡脚的。女孩子那些容易让人误会的东西，你怎么能穿这么短的衣服？这哪里短了？这还不短。哎呀，你想歪了。给你试试个多偏不气，可舒服了。嗯，是舒服。哎，啥呀？这不是按摩头皮的，这是专业洗碗刷，用来洗碗的。长得帅。哥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买了个钢笔，你快试试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他怎么也不刷字啊？这不是钢笔，这是我刚买的蓝牙耳机清洁刷。长得帅，哥。别生气了，快穿上我衣服的纱了。你还会做这个呢？对呀、啊。哦，那我哥，是吧？你哪来的纱啦？我自己办的呀，可简单了。这，你用这个办的？啊。这是我的刮痧板，这是用来按摩足底的。